嗨，大家好！而家呢个时间咧，又到咗午夜弹琴时间啦。而家咧，就系凌晨12:15，就系2018年嘅4月5号嘅凌晨。咁啊，今日好开心，因为咧就系听日我休息啊嘛，所以咧我翻屋企咧就系、今晚我又系去打边炉啦，晚晚都打边炉噶啦。呢段時間，只要天氣唔係話好熱嘅話，呢個天氣啱適合打邊爐，又係沖完涼啊，咁啊洗埋個頭啊，咁啊繼續做呢個節目啦，邊食邊講，咁啊覺得咧就係、是、非常之開心噶啦。慢慢咧咁啊做呢、這個午夜彈琴咧就係、是、必不可少噶啦。咁啊，反正咧就係覺得啊，咁好有意思啦！翻嚟都點都要傾偈啦嘛，乾脆啊對住嗰、那個啊對住呢個咁嘅相機嚟去講嘢，其實都唔錯嘅，其實一樣啊，就係、是、等於係記錄生活每一點點滴滴啊。其實嚟講真正而嚟講咧，就係等於係紀錄片唔係故事片，故事片咧就係有情節嘅啊，係經過編劇，經過嗰啲嗰啲人啊，因為類似有啲作家咁樣啊寫個故仔，但係我呢啲唔係故仔，嗰啲係紀錄片，亦係記錄每一日嘅生活點滴啊，亦可以咁講啊，紀錄片啦嚇，紀錄片係真實反映嘅我哋喺洛杉磯嗰種生活，係晚上翻嚟，你落完班翻嚟咧，就呢個時間就係淨係打邊爐噶啦。咁而家我邊食邊吹水先，咁而家咧就係我首先整個面先。先落下個肚先，因為食菜嚟講，你少食亦都係唔飽嘅，咁啊食碗面都幾好。今晚做呢個節目咧，就係早咗半個鐘頭啦，琴晚咧又係12:45，今日咧就係12:15。咁啊，早咗半個鐘頭又唔同噶啦，啲人唔使咁夜啊嘛。雖然話聽日休息啫，但係我想聽日咧就係早啲起床嘅，希望早啲起床。今日聽日咧就係唔出去環街噶啦，咁啊。今日部車咧翻嚟嘅時候咧就係、是、發現有啲問題，咁我聽日咧就係、是、自己去維修一下，即係檢查一下，睇下嗰部車咧係咪火嘴嘅問題啊，係其他嘅問題。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是、要出去維修啦。因為後日上班咧喺美國咧就係冇車唔得嘅，如果壞咗車咧真係冇雙腿有啲點啊，冇辦法上班就好麻煩啦。而且呢度咧就公交車又冇。你睇我每日早上揸車拍錄像，都係22分鐘嘅，所以點行咧？嗱，冇辦法。哎呀，咁啱啲人我休息，今晚我翻嚟嘅時候咧，啱啱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發現個車就有啲窒窒地，希望係火嘴嘅問題啦。喺美國咧就係最怕你嗰啲汽車壞嘅，所以好多人咧就係買新車就係保障啦。如果係買新車嘅話咧，就起碼呢5、6年內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我買呢部係二手車嚟嘅，二手麵包車，咁我已經行咗大概有18年嘅啦。睇先，2003年、2013年，啊15年嘅，15年啦，跑成16萬英里，講實話咧，就係、是、我當時買呢部車嘅時候咧，我又嗨一下子又有所疏忽。咁啊，當時咧就係、是、呢部車咧，佢翻過身嘅，即係佢噴過油漆，嗰部麵包車噴過油漆嘅。咁當時我去睇車睇一睇，啊個外表比較好，咁啊揸起嚟嘅時候咧又係比較順。再問下嗰、那個一個女嘅嚇，咁佢講話佢自己係做喺醫院度做嘅，其實呢樣嘢都係
有點熱情嘅，即係佢講呢樣嘢咧，就係證明自己哦，好似係好高尚嘅職業咁，我唔會呃你嘅。其實一切都係假話嚟嘅。喺華人嚟講咧，就喺華人社會嚟講咧，你唔好當個個都老實嘅。其實好多隱藏嘅都係華人呃華人嘅。因為好多人咧就係英文。嗰個英文唔得啦，咁個撚食嘅冇辦法啊！咁啊，聽人就話華人之間啊，就因為好多啲新例噶嘛，唔係好清楚咁，其實呃大呃啦，呢樣嘢都唔係話咩秘密噶啦，都係咁啊！華人係窩裏鬥啊嘛～嗰時候咧，好多人咧出去食飯咧，點完菜之後咧，都係叫啲服務生啊，先攞幾碗飯過嚟，咁讓大家咧就係先食碗飯填下肚，之後先再攞翻夾餸。呢樣嘢咧，而家都先明白。如果我知道，如果唔食碗面嘅話咧，可能今日呢啲菜都唔夠食。咁如果你食到面之後咧，咁嗰啲菜咧仲可以慢慢食咯，仲有食咁啊，所以啊，特別有啲人係開胃嘅，咁你唔食碗飯嘅話咧，咁佢咪搏命夾餸嘅，咁啊一個就唔好睇啦，啊俾人印象就唔夠斯文嘅，好似又餓都成。十幾日咁樣咁啊，當然食完飯之後咧，咁就可以有啲飯落喺個肚咧，咁啊食嘢就斯文啲啦。其實咁樣咪有啲人係行為又會特別好噶嘛。我而家先可以食啲菜先。呢、这個節目啊，係咪覺得好得意啊？啊，邊食邊講啊，有時肚餓起嚟咧，就係冇辦法顧及咁多嘢啦。啊，先食咗先算。記得咗咧，就係中國嘅清明節咧，究竟係四月五號還是幾號？係咪四月五號啊？清明節。哦，清楚。係啊，我有時都唔清楚，好似四月五號還是四月幾號？但係因為每個地方咧都唔同嘅，就算拜山咧，有啲地方唔同。就算一個地方，比如我哋陽江啦，有啲人係唔知話幾號嘅，有啲人係啱係答謝嗰日嘅，有啲就推壓後嘅。本來咧，對於我哋啲海外呢啲人咧嚟講嘅，對於中國啲節日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關心嘅，特別啲人啦，因為咧呢班人嚟到美國咧，都係顧住揾錢。佢有冇假放咩節日都好，佢就只係認呢個春節啊、中秋節啊呢兩個節日。咁呢兩個節日咧都係要聚埋一齊食嘢噶嘛，咁好多人就攞啲藉口，比如話
大年三十啊，咁樣好多啲人攞下攞翻之後，不如大家誒喺旅館嗰度喺住嗰度啊，不如大家 A 制啊咁樣去炒啲美嘢，跟住飲酒啊咁樣，即係話喺五湖四海嘅，大家都唔係好識嘅，咁啊住埋一齊嘅咁啊，咁啊湊下熱鬧就會有。但係如果其他節日嚟講咧，基本上就好少有關心。特別呢個清明節嚟講咧，基本上咧就冇咩人提噶啦嚇。只係我咁樣誒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是、我略莫提一提啫嘛。呢、這個節日就係咁啦。你啲菜浸淋嗰啲，啲菜一浸淋咧就冇咁好味。即係食咗兩碗面之後咧，咁而家再食咩嘢咧，又可以覺得咧就係即係冇咁香啦。的確又係，啲人咧就越肚餓咧，就越想食啊嘛。咁你先頭咧就係已經係我落咗兩碗嗰啲面啊咁樣，食咗落肚咁啊。當然而家你係食翻雞肉嚟講咧，就係、是、覺得味道不怎麼樣啊嘛。所以肚餓咧，咩都好食。咁啱翻嚟嘅時候咧，啱翻屋企啦，咁啊，未有整啲邊爐之前咧，咁啊，睇下咩嘢零食啊，都想食。咁我屋企冇咩零食啫，咁啊，你有零食嘅，早已經先等依家食飽咗啦。吃一些芫荽啊，啲芫荽咧就係苦澀苦澀，但係我都中意食嗰啲偏苦嘅嘢，唔知點解。今晚咧就沖啖茶飲啦。啊，翻屋企始終係舒服好多。啊，個人又覺得咧就翻到屋企咧就比較放鬆，特別沖埋沖咗涼之後咧，喺度坐咧就覺得咧就係醒咗咁樣。都有啲瞌眼瞓啊！啱先話食飽咗嘛，攞食咗兩個面啊嘛，咁啊食飽咗兩個湯之後咧，就係即係有啲胃氣啊，嚇兩個面咁樣食落個胃嗰度，仲有啲胃氣，胃氣嘅時候，呢個自不然咧就係打喊路啦。咁啊，
如果我之後唔食嗰兩個面咧，咁啊，可能個人咧就精神啲，我就好怪，所以我咧好怕食難，好食怕佢嗰啲炒菜啊，咁啊，我中意飲茶啊嘛。當然我飲茶啲咪冇食咁飽咧，如果一食飽咧就係坐唔得耐嘅，一食飽就想走嘅。咁多肉添啊！仲食咗兩嚿雞皮，哇！夠啦夠啦，要食啲菜啊！啲肉再食唔入啊，一係先能食，真係的確。啊，俾啲菜已經係夠啦。如果過了呢個四月份咧，五月份咧就係應該夏天啊。咁我記得咧，而喺大陸嚟講咧，就係五月份咧就係仲係未好熱嘅啫。真正熱咧係七月份。五月份我記得喺大陸嚟講咧，仲係仲可以著多件衫。咁啊，到咗七月份啊，咁啊即係放暑假嘅時候咧，就真正係酷熱啦，酷熱係嘛，酷熱咁啊。因為2018年啊，過得幾快脆，一陣間就已經係第四個月。有時覺得過咗就覺得漫長咯。我記得係12年嗰時候嚟美國，時間諗翻起嚟12年，咁樣時間好長嘅，5年前啊。都發生了很多事噶嘛，而家只不過係回想起嚟覺得好快，實際再諗翻起嚟，係啊，出緊，然後咧就係。食菜又寫入啊，啲肉咧就係食入啊，啲肉。等下攞啲醬先試下。戴住戴到眼鏡啦，點？啱洗個頭，啲頭未乾，咁樣同戴頂帽。啊，而家戴個眼鏡睇啲咩？我而家戴到眼鏡之後，你就即刻咧，成間屋咧就暗咗落嚟嘅。唔戴啲眼鏡有冇型啊？好多人講話咧，就係明星先戴墨鏡嘅。啲明星鏡啊，特別有型嘅，但係咧洛杉磯咧，由於係加州陽光，好多人揸車咧都喜歡戴對眼鏡嘅。我之前咧就係
唔中意戴眼鏡，因為我覺得戴個眼鏡好似敷住咁樣，咁啊揸車有時皺眉頭。咁而家啲大陸習慣咗，又冇咩問題。其實戴開咗咧，就其實揸車都冇問題。我主要就係諗住咧，就係個眼鏡咧，因為呢度咧會頂呢個鼻哥，即係個鼻哥呢度咁樣頂，即係成日覺得戴住咧就係好似個鼻哥有啲俾啲咩嘢壓住個鼻哥咁唔舒服。咁但係而家唔好啊，而家唔會啦。而家我戴呢對眼鏡，不過呢個眼鏡唔係好貴嘅啫，都係大概係5蚊雞嘅啫嚇。呢啲唔係靚鏡，但係咧就都冇話即係壓住個鼻哥咯。只要啲眼鏡唔好壓住個鼻哥咧，咁我都舒服，即係冇乜嘢。不過就係全靠啲都好多嘢咧，但係就係咩咧？就係講求習慣嘅。如果你唔習慣咁，你戴咩都唔得。咁啊，如果聽日你有休息咧，我可能就會買對嗰啲唔好墨鏡啊。就係嗰啲遠地嗰啲叫平光鏡咁樣，就專門咧做咩咧？就係主要就係做呢個節目用嘅。咁嗰個眼鏡咧，我通常買咧就係個半銀錢嘅啫，個半美金銀錢，即係買到人民幣咧就係7蚊雞人民幣啦。我就主要係攞佢個造型，通常咧就係攞嚟做呢個節目嚟用嘅。咁啊出街啊，就一般就唔用啦。特別呢對眼鏡，我都唔係話拎出去開揸車呢對眼鏡，咁揸車嗰對眼鏡係比呢對眼鏡好啲嘅。呢對眼鏡純粹係塑料嘅，而且咧就好容易花嘅。好似而家我攞啲手指咁樣抹呢個鏡啊，就已經係喺啲手指冇印噶啦。所以通常呢啲嘢咧就我攞嚟做呢個節目嘅道具，即係擺下款。即係通過唔同嘅形象，唔同嘅咩咧，咁啊做呢個節目咧，就可能自己睇落搞笑啲咯。係咁。戴眼鏡嘅人咧，就俾人個感覺咧，就係好似知識分子咁，好似讀書讀得多，因為佢讀書讀得多，咪睇書睇得多，反正佢對眼睛嘅視力有影響啦。即係的確又係，你但凡見到啲人讀書好叻嘅人咧，都係。十個有九個都係戴眼鏡噶啦，因為你始終都係長時間咁睇書啊嘛，睇書會影響嘅。唉，我近視眼有幾麻煩，嗰啲人可能細個時候啲點睇，可能睇可能係啲書本近頭啊，但係啲戴眼鏡就俾人咧感覺就好斯文啦。你食唔食而家你？一陣間先啊，好啊，有冇飲水？之後講到戴眼鏡啊咁樣啊，都俾人感覺到好斯文。加上如果人瘦咧，戴咗眼鏡咧就顯得咧就係冇咁瘦咯。咁我試過喺大陸嗰時候，我試過戴咗眼鏡睇下係咪咁樣戴，即係喺事實上係可以即係個人嘅面部嗰個肥瘦對搭配啲咩眼鏡啱自己嘅面咧。即個面型咧都有好講究，眼鏡有四四方方，有圓嘅，有正圓形，有鴨蛋形嘅，就各式各樣都有。好似我先頭嗰只墨鏡嘅，好似係類似鴨蛋形咁樣。即係食飽個肚啦，話唔食嘅唔食啦，而家啲菜執落去食下，一條一條嘅食下，又係冇得半粒菜啊！所以我上起都喺廣州嗰時候，夜晚啊嗰啲羊肉煲咁樣啊，好味道咁，天寒地凍咁不錯嘛，而家整個羊肉煲咁樣，一順大家一齊起快好快啊，夾啲肉啊，夾到最後尾咁啊，只有攞粒菜，一粒菜10蚊雞人民幣咁啊，你點都要攞3粒。菜咧好容易入味啊嘛，特別羊肉煲咁樣，嗰啲爆過嚟啲肉啊特別香嘅。而家我呢啲嘅就係屬於山鍋，
最早期咧就係打邊爐嗰啲咧，就係唔知係百幾年嘅時候，接近啲百五六年嘅時候，6蚊一個一個生鍋，生鍋有雞蛋啊！我講過有雞蛋。咁後嚟慢慢就10蚊、12蚊、15蚊、20蚊、26蚊、28蚊、30蚊、40蚊、45蚊、50蚊，哇！即係睇住啲價位不斷咁上升。而家咪有啲有地方啊，相信而家打啲羊肉鍋啊，或者係嗰啲鴨醬鍋啊，你冇60蚊、70蚊，可能都係食唔到嘅。咁呢5年離開咗廣州嚟講咧，我相信咧，可能而家都要60蚊嘅，60蚊。不當然咧，有時係幾蚊都有嘅。但畢竟啲工資咧，有啲人工資升高，有人工資仲係維持以前咁嘅水平噶嘛。所以有啲地方肯定係有40蚊嘅，40蚊我都有嘅。即係只係嗰啲料落得多唔多啫嘛。如果係40蚊，佢落料少啲咯。如果多嘅咁樣落料多啲，肯定係50、70啦。咁你肯定係。有錢都買唔到，你係自己啲調料味道咁清淡，清淡咪拉洛杉磯度都出去食呢個打呢個爐啦，咁佢起碼都要收你湯底又要10蚊，菜又可能又要係5蚊雞啦，咁咁咧仲唔係淨係菜啊，仲其他肉搭住喺度嘅，咁60蚊啦，執唔甩雞啊！通常咧就半個鐘頭話好啲，如果拍得太長咧，一個鐘頭嚟講咧就睇你就好悶噶啦。有啲人係就咁講啊，只話10分鐘啦，咁啊10分鐘睇哦，咁啊係啊，知道呢回事啊，記錄生活啫嘛。但係我係偏長嗰啲，就半個鐘頭。咁而家就好，慢慢就係到呢度，拜拜。